你也咬过来吃。你们家没有勺子，这个勺子都是刚刚我在楼下买的。嗯，我刚刚都看了的。那你先用。而且你现在戴的耳环和你今天穿的衣服，拿个筷子。对，我也觉得很搭。你又嫖高啊？你用吧。外面这下，我是那种负位数的负富婆。你快点吃啊！哎呦喂！你先吃吧。你有筷子吗？你先吃吧，少吃点晚上。嗯。你白天去健身，晚上干两碗稀饭。主要是太好吃了。你煮的稀饭太好吃了。你煮的稀饭太好吃了，主要是。晚上少吃点。那你播一会儿吧。你怎么突然换了个睡衣出来啊？我不换睡衣，那我换什么呀？我又不出门。你坐会儿。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又不出门，我又不去哪里。五组呢？五组他们去休息了。睡衣好看是吧？太热了，但是不敢开空调。这是在哪里？在我们租的一个房子啊，因为我们公司这边现在在开发，所以我们住这边来了，没有在成都，到乐山来了。乐山这边来了，家人们，因为这边我们新建了个公司啊，收购了一个公司，然后呢，现在很多东西都要弄。所以那种确实好吃哦，他弄的我都吃完了，都关心二妹，增加感情是吧？过来吃安呗，啊，快点！那边那么多叔叔阿姨，吃饭我有点不好意思。没事，怎么样？谁都会吃饭嘛，哎，我吃的好香。确实，我对吃的方面是比较那个的。吃饱了，再爱我的锻炼，他绝对会很优秀的。谢谢，有点热，拿过来吃吧。我等他凉一点。拿过来吃吧，感谢点赞，谢谢。我一会儿再吃。谢谢关注啊，家人们。你也烫吗？嗯。小范。哎。吃稀饭那儿。怎么着？二妹煮的稀饭。真的。嗯。
外面下雨了，对，外面在下雨，下大雨。没有，其实点外卖也可以的，但是我妈跟我说了，叫我少吃外卖，不要吃外卖。然后感冒了，不想去外面吃了。外卖怎么不吃？太烫了，我吃不了，太烫了。我吃的太烫了，我那个上油那儿会掉皮啊，这些。可能是我习惯性去喝冰水，放着吧，我一会儿去。确实吃完了，吃饱了，确实。哎呀，是啊，你爱我了，不吃了，叫外卖，再吃打发胖了。外面千万小心啊！我知道了。喂，你在哪？你会想我吗？我一直都想你呀。二妹，你不能吃辣椒了。为什么要吃？我没吃辣椒啊。当初那你到现在的我，哎呀，没有，平时做饭，我要去上班的话，我平时做不了饭呀，因为我要去学习，然后要去了解公司的情况。我今天起码看了那么厚一堆资料，就是看那些他们之前就做的那些资料，我就看，我要看，然后我才能学会。吃吧。这是我上一次做饭的时候烫到的，前两天起了个包，然后我就把那个包挤了。对，多学习。我子他们去学什么了？什么？是的。你妹会越来越优秀的。是的，擦药，我没有买药擦，应该不会留疤。这昨天也烫到了。这个地方，但这个地方没有，只有一条痕，没有起泡。怎么有蚊子？妹妹要认真学习，知道啦，注意安全，知道啦，多学习，知道啦，不能再学了。我要看情况，因为我身体免疫力不是很够。我上次就是减肥嘛，但我也没有完全去减肥，没有节食这些，然后就一直感冒，一直不好。赶紧吃吧，对了。你把我筷子放哪里去了？你去吃。那你拿去洗一下。不胖不要减肥，减肥还是要减一下的。妹妹，你不行的，只要努力就能改变，知道了。多吃保健品。我没有吃过保健品，阿伟哥他们给那个我爸呀，我叔叔他们买的，我都没有吃。吃吧呗。有一些是我可以吃的，但是我没有去吃。晚上少吃。比如用减肥，免疫力会降低。减肥确实是免疫力会。低的，我上次感冒的时候一直低血糖，必须要吃糖，然后喝红糖水这些才好。
白蛋粉可以，白蛋粉我没有吃过。用芦荟，拿芦荟来擦手，没有芦荟，有点肉好看，确实，我手上也全是肉，但这个不疼了，前两天要疼，有可能要留疤，感觉。不要做，可以吃。你剥吧，你剥一会儿吧，我吃吧。打一把这轮量下来没？别吃了，感觉这个地方好热哦，没热没热的。那没骗你，没有没有。继续想吃巧克力，我们那边没有巧克力卖的。你那边就红糖呀、白糖啊这些。晚饭少吃点，我就是午饭加晚饭加宵夜。糖吃，糖，我很少吃糖，就偶尔就头晕的时候吃一点。对，我知道城里面有超，城里面的那个超市有，但我们那边没有。什么手？看看，有福气。很多人都说我手有福气，但没有说我手好看的。我说你手好看吗？什么手？肥有福气。好多真的好多人都这样说，我们那边老一辈的都这样说。好不好吃啊嘞？香不香？香。真的香吗？真的香。那就多吃一点，好吧？你剥一会儿吧，我吃完了我再来剥吧。一边吃一边剥不好。哎呀。感谢点赞，家人们，帮忙找二妹，她找不到的，家人们，她找不到的，胖墩墩的，都长胖了，我也长胖了。天生一对吗？真的是这样子的吗？我们来乐山了。哎，乐山也，乐山这么大，他找不到的，家人们，他找不到的。乐山这么大，乐山这么大，他找不到的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你们想当奶奶？你们说我妈想当奶奶了吗？你和二妹是天生一对，我们两个般配吗？你们觉得？觉得我们两个般配的，扣个一，我看一下，看有多少叔叔阿姨觉得我们俩是般配的。谢谢点赞，谢谢，这么多人扣一啊，太热了，主要是太热了，这儿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我觉得我有点配不上他，觉得我有点配不上他。他家里面那天我跟他家里面打电话了，家人们，
我说二妹现在在家里面也差不多忙完了，然后呢也没什么忙的了，然后就让她在这边工作嘛，然后她家里面也同意了，所以现在让二妹在这边公司这边上班，今天入职公司了，入职公司了今天，然后明天就正式上班了，这样的。空调开不敢开啊，家人们，怕感冒，知道吧？因为那空调一吹就感冒。那空调一吹就感冒，所以不敢吹了。西西关注啊，西西，今天是个好日子吗？西西，今天是个好日子吗？是什么日子呀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喜欢二妹小姑娘是吧？初八吗？初八是什么日子呀？初八是什么日子呀，家人？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发财的日子吗？感冒了，我没有状态。好好关心二妹，好的好的，你们放心哦，你们放心。没有问题哦。看你想睡一样是吧？确实感冒了，这几天都没有状态啊。小心滑毛是吧？放心啊，家人们放心，他干不到事了，他不敢来的。知道了，家人们知道了，互相关心才能走进仔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阿伟哥叫二妹宝贝，叫二妹宝贝啊，这样合适吗？你们觉得？他们都说叫我叫你宝贝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不合适，不合适。啊？不合适。为什么不合适呀？因为所以不合适是吧？对。那他们都叫我叫你宝贝。他们都是合适，你看。不合适。啊？不合适，怎么能叫宝贝呢？家人们，二妹说不合适，叫宝贝不合适了。那叫什么合适呀？叫二妹。叫二妹吧，二妹。哇，不是。快点看一下吧。叫二妹吧。二妹不太合适，你叫二妹。叫二妹合不合适，这样呗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黑了，对，他黑了。你往前面一点。我有点发烧了。
你刚吃药没有吗？